这个 Jeffrey 来到台湾一趟，只花了半个小时时间，他就做了两个重大的决定。第一个，他决定把他们不要 partner， 不要合作方的这个策略，全球的策略做了改变。第二个，决定半个小时之内决定要跟 PC Home 建立起一个合作关系。那我在他们身上看到这样的创业公司的弹性、勇气跟这种国际的那种活动力啊。Jeffrey 几乎是没有一天能在同一个国家这个睡觉的人，然后他因为他负责的市场从整个亚洲到北美洲、南美洲，那他的那个工作的那个活力跟那个他们对这个新生的问题的那个回应的速度是非常非常惊人的。Atomic 这样的一个对新创公司的投资公司，他们仍然保有这样的一种策略，是所有他们打交道的投资的新创公司都必须是一个有国际企图的新创公司，而他们要把他们在 Skype 时代所建立起来的这种国际网络拿来协助他们所投资的各个地方的新创公司，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很希望台湾的年轻的创业家可以跟 Jeffrey 谈一谈。